正能量跟活泼的气息、哦。那当天我就帮你调教教育你的员工了。基本上应该可以。这种卖身的感觉。OK， 谢谢，就这样喽。所以我当天就可以在你店为所欲为喽。今天一日院长已经要来喽，我们就靠这一张纸了。希望会有帅医师。这边是士林站的叶婷牙医，来看一下我的员工在干嘛。你好，我是叶婷，我今天担任你的一日秘书，跟你介绍我的叶婷牙医诊所。这是我们的当天制服啊，好看吗？这电视还蛮大的。对啊，这是我们的 4K 电视荧幕，94寸拼装电视，让患者在等待的时候可以。这是我们的透明玻璃。不是些垃圾嘛，对不对？不是，那不是垃圾，那是艺术。OK， 这是什么？数位展示区里面有我们的流程介绍，还有模型展示。好像很厉害耶。其实还好，有点恶心。专业。你知道我是一日院长吗？我帮你看一下牙齿好不好？我帮你看一下，OK。我先用看。好啊。有点像放杯子。放杯子哦 ，I don't care。你淌血吗？试试看哦。真的耶。啊，真的可以写，好棒哦！这是什么？这是研磨机，它是 3D 尺标，但是两用四轴研磨机，它10分钟就可以测好一颗假牙，它价格很昂贵。这边看啊！不行，这是我们社长的啊！啊，当院长真爽！当患者需要咨询的时候，我们就在。不好意思。对，当患者需要咨询，好多证书哦。真的好厉害哦！生活的研究，这是我们的艾瑞奇教育中心太平洋医所做的临床案例还有实验报告，我来跟你介绍。像这个就是不同扫描流程对于3D口内取向、进移度。你要听我讲话，这边来，你看，这是我们的实验病例，这是我们的二楼展示区。也太爽了吧！有必要吗？什么意思？他什么意思啊？太久了，我要帅医生。终于有男医师了，神奇饭票，口罩拿下来。我们还有这边还有更专业资深的医生。哦，没关系 ，I don't care。该去哪里？没有，我要专访我的医师啊。OK 的。所以你是我们诊所的医师吗？对。那你最近过得怎么样？还好是不是？对。那你工作几个小时啊？8个小时。8个小时是不是？会不会很累？要看一下火车。火车吗？啊、我不 care 火车，真的。那你有女朋友吗？有。你有女朋友？有女朋友了是不是？翅膀硬了是不是？来检查牙齿喽。怎么样？以后牙医师只能跟院长交往，知道吗？知不知道？等一下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不然你们回来走台步好了。什么？患难见真情是不是？回来走台步。我这样可以吗？我在做假牙。这样做多久？当天就可以完成哦。不管你要做全时光或是贴片，以我们的设备和技术，当天就可以让你美美的回家了。你讲话好切哦。来拿。